Olá, Juliana, por causa在台湾之前的一些照片，调一调，三万多张。好，第一张就是我们在台湾吃的阿给。第一次去台湾的时候就已经吃过阿给了，就是在同一家店吃的。它是豆腐，豆腐皮包的很多很多粉丝啊，这种东西，反正挺好吃的。我觉得肉丸汤特别鲜，因为他们那边的鱼丸特别鲜，然后味道的嚼劲也特别好，跟大陆的还是有一点差别。大家去吃的时候也可以去吃一吃，还是非常有名的阿给，我是算打广告。第二张，哈，就是奶茶。你比较喜欢吃奶茶里面哪种配料？这个奶茶也能，这个奶茶本身它就已经很甜了，再加上椰果更甜。所以不仅要加椰果，还要加珍珠，还要加黑糖，甜死大家。好，下一个。什么？不开心啊 ？OK。这就是呢，淡水的，就是从淡。OK， 这个就是我们的。从淡水那边望过去，当时第一次去台湾的时候也去过这里，也看到这里就是很漂亮的一个风景，那天阳光也是特别特别的好，很开心的一次旅行。今天就公开这三张。下次如果去台湾的话，想去台北机场肯定会去。台北机场确实会去，台南机场有可能会去，台南有，台西台东都可能会去。